喝奶了，我跟你说，这断奶呀就不能让孩子见着妈。你说的，你说这孩子见着妈，见着他粮食在自己跟前这么晃悠，他能不哭吗？我说，刘爱今天出差，我说让他跟孩子多玩一会儿呢。出差呀？出差好呀。这样就断了念想了。快快快快走，儿子，走，爸爸带你遛弯去吧。 爸爸给你上上这个植物课啊，你看啊，那边的那个呢，就是杨梅树啊，那边那叫杨梅竹。远处那高的呢，那个就叫杨树啊，那边那个粗的呢，这个叫牛树啊，还有远处那个呢，等会儿爸爸接个电话，哎，喂，啊。 怎么了？合同在桌上呢。我带着孩子呢。啊，行行行，有什么到公司再说。哎，好。谁？吓我一跳！吓我一跳喊什么？我以为是谁呢？还愣着谁啊？这干什么呀你？天太热了，我想着下来看看。 衣是不是穿多了，太热，上火。你别管了，孩子是交给我。哎，行，行，那你也。行，来来来，找爸爸来。爸爸，爸爸好了。啊，来来，你。哎，喝奶吗？是吗的？切，你自己看。真是的。哎，自己绑着，真好。可以。这叫当断不断，必有后患，是吧？来，孩子。 好吃吗？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要出差吗？还没收拾行李呢。谁呢？哎呀，先别瞎操心了，赶紧去吧，别到时候耽误了啊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王大夫来了，又买什么好吃的了？奶黄包，西西现在可爱吃这个，哎。 给你发了，我想约你吃顿饭，在咱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餐厅。 Thank you.
哎，姐，我看今天对方对咱们特别满意，你觉得这次咱们签约的可能性有多大？100%。这么肯定？当然了。怎么说？有意外，咱们想办法解决。喂，你好，龚总。是吗？那我回去和老板汇报一下，然后就草拟合同。好，就这样，合作愉快。姐，这么大单子，咱们一次性搞定了。行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还有早班机呢。好嘞。老公，你干嘛呢？你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有没有想我呀？怎么能不想妈妈呢？哎，依依呢？这醒着呢，特精神。我想跟他视频。哎，好好，等会儿啊。有了吧，看见了吧，来看着啊，来看见妈妈了吗？叫妈妈。来，宝贝儿，宝贝儿。叫妈妈。叫妈妈。叫妈妈。依依，看见妈妈了吗？你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妈妈，打个视频电话。这孩子断奶的时候，最关键的是不能让孩子见着妈。哎呀妈，没事。这本来好好的，你又招他干什么呀？他妈妈出差呢，想看看孩子。你这来，不行。妈妈，赶紧挂了。妈妈，挂了，挂了。哎，依。您这怎么给挂了？你不能让他见着孩子。这有什么捣乱？妈，那小爱出差好几天了，想见孩子，那打个视频电话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心疼你媳妇儿，我心疼我孙子。你说没见着好好的，这一见着又想起来了，是他吵吵的要断奶，我是支持的。不是，你看又来了，这小爱又给打过来了。不许接，不能这么来回折腾孩子。这看一下孩子没事儿。不行，不许接。接一下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接那边接。不是，老婆，你干嘛挂我电话呀？没，接了，挺好，都挺好的，放心啊。把手机拿过去，我要看儿子。不能看，不是你们到底断不断奶呀？要不这样，我偷偷看还不行？是，妈就偷偷看一下。不行，听见声音都不行。要不算了，让孩子先睡个觉，回头咱们再看，好不好？江光，把手机给我拿过去。我要看我儿子，依依从来没跟我分开这么长时间。我知道，爸爸，要不先让孩子先睡一会儿，好不好？不行就是不行，这么折腾孩子。阳光，啊，不是我要看我儿子怎么了？别过来，爸爸，拿过去，别过来，挂了。爸爸，咱要不先别看了啊，先让孩子睡个觉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想孩子，反正有的是时间，你说是不是？拿过去。我要看我儿子怎么了。不许看，挂了。好，挂。老婆，那个孩子挺好的，放心啊。要不那个等孩子睡一会儿，然后那个等妈也休息的时候，我再给你那个，好不好？拿过去。不是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这看一眼孩子们。挂了，别过来。你们能不能体谅体谅我呀？我就是想看儿子。我怎么了？体谅，当然体谅。那是我儿子，那是我孙子。你们现在都是当爹妈的人了，你什么事儿你得从孩子的角度考虑，你不能太自私了。你怎么这么说？你妈说什么呢？接一下，我怎么没关系啊？我看我儿子，我自私了是吗？那不叫自私，叫什么呀？你说孩子够不着你，惹得他着急上火的。妈，别说。我这样，我不让他看见我行吗？你不看，你偷偷看。他怎么看不见呢？挂了。这手机有辐射，对孩子不好。拿过去吗？啊。挂了。过去不行，阳光。妈，不是宝宝，
妈，您这过分了，真是出差好几天没见着孩子，想看看有什么不行的，就远的看一下不行啊？不行，看一下，看见了啊，没事啊，孩子特别好，你看阳光。哎喂，我知道，很好吃，您喂。没事啊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妈也喂孩子啊，你。姨怎么哭了呀？姨，妈妈在这儿呢啊！阳光，你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没事，没事。